争议不断的劳基法一例一休草案，昨天公听会现场爆发肢体冲突，卫环招委陈莹和绝食劳工双双送医。不过今天一早，陈莹还是现身作证，他忍不住爆屈，直说首次公听会有人进来打立委，导致他多处瘀伤，强力的谴责暴力。另外，草案被退回委员会之后，今天也将进行逐条审查。一讲到关键的一例一休和七天假争议，蓝委和劳动部就吵个不停。不砍七天假，它达到的是实质的可以把工时有效的强制性的缩短的效果。包委员，如果你说周休二例可以达到降低工时的效果，我们的一例一休也一定可以。蓝委炮火十足，猛攻劳动部长郭芳玉。一例一休劳基法草案退回委员后，进行关键的逐条审查，各界做好挑灯夜战到午夜十二点的准备。且民进党劳动部几乎铁了心，就是要通过一例一休。一例一休是比较弹性的啦，两例真的是很硬，所以调市场真的是会有困难。所以我常强调说，现阶段就是一例一休比较可以适合大家的需求啊。攸关全台900万劳工的休假争议搞不定，阁揆林权被定得满头包。接受媒体专访时，怪罪是劳动部一例一休法案政策讲得不够清楚。我是觉得我们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，而且是尽可能去说清楚了。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感受，是不是要用一些庶民的语言，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哈？第二就是时效上面的掌握。不好意思。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外面的人进来开公听会，然后是打立法委员，那我全身还有多处的这个瘀伤，那我想我要在这边很严厉的谴责这个暴力的行为。回想历经肢体冲突惊险送医，招委陈莹尽管委屈无奈仍现身作证，但蓝营喊话要是绿营党团想全盘封杀国民党版本，将在院会进行二三读程序时，不排除采逐条表决方式，捍卫坚持周休二例不砍七天假立场。欢迎新闻廖文普零零台北报道。